今天吃大杂烩，这个是胡辣大杂烩，我这个是微辣的。然后它里边会给你带一包辣椒面，你要是觉得不够辣，然后就可以往里边放。它这辣椒面嘎嘎辣呀，就能辣到你怀疑人生的那种辣呀，巨辣无比，无敌巨辣，吃不了一定别放啊。这个不是把味儿的啊，没有那种隔路味儿，是卤制的。胡辣大杂烩，还有吃的是牛皮，三角果，鸡脚筋，板肠，鸭胗，我染的这个头发像不像假发？辣了，开始辣了。三角果，鸡爪。